这个可以一点，符号一竖的符号是一点，但是你在这里写也可以这样子写下来，也可以这样子写，这样，但是因为这里哈，因为这里有长的，所以这里写一点就可以，我写一点啊，因为这里有长的，等一下你就知道，然后这个头要写出来啊，然后这样子来，这里面有一点在这里，但是也可以这样子写啊，你先弯进来，这样也可以，也是色啊，这样也可以，因为一点已经进来了，那这个是从这里来，那这里是从这里来。心两点也是一画，所以一画两画三画变一画，然后这一点和这一点这样子来，然后来哦，这里是一点啊，通过这一点，这个是可以拉长，可以拉长，那如果你这个这样子写，因为这样子写，这样子写是小字的，没有关系。那你如果是这样写的，影响啊，这个很粗，笔画很粗，那这里就笔画很多，它就写不出，写不出就没有办法对应其他的字，所以这里要减少，变成这样子写，那我减少了，减少了，减少才会笔画粗，才会相呼应。另外一种写法是这样子，这个是不对等，差太多，所以要弄这样子比较好，这样子比较好。另外这个如啊，弯的打成直的，弯的打成直的这样子来，然后这里啊两点啊，那这种写法也是如。但是这种写法是在写书信，那个整条幅啊很多的字的时候来写的。如果你在这里写哈，那这样会失误，因为只有五个字啊，这里很少，那就会空白太多，不会影响到美观，不平衡的啊。这样子要两点，两点要加那个重量，然啊。不用吧，这样子来哦。这里哦，这个这一块，哦，这一块变成把这个水部拉过来，拉到这边了、啊，然后这里哦，变成跟它连接，这里跟它连接，因为中间哦，中间是用一点的，用这个一点的，然后连接这里。变成这个染字，这个染哦，跟这个，比如说这个一样的，这边呢、啊、一样的，这也是一样这样子的，他们的有共通性，有共通性，所以它的符号相同，这个是一个符号的，没。这里有一点，突出去，这个弯的写成直的，弯的打成直的，要有刚柔啊，所以要变成刚的，然后这边是柔的，所以要有一个字要有刚柔，如果这里弯的也写成弯，这里也写成弯了、啊，这样子这是不精神，精神萎靡的不好，花，然后这样。这边哈是中间的省略符号，从这里来，然后增过一点，然后这样子写。这里是安点。另外有一种，另外这个先写的也可以啊，这样也可以。然后这里先写也可以，这样先两个都可以。那一般的，如果你写这样，这个是不好的。因为它没有标出来，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因为这个古代的那个滑铁或是拓本，它都会脆化，会掉了。这个掉了以后再就找不到这个这一点，应该是这样子比较理想，比较能够认得头是什么，草是头还是什么。比如说这个是不是跟它一样啊，所以会难辨识。那你如果点了一点，它就容易辨识。我们要提倡草书啊，要以容易辨识为准则。容易辨识啊，这个就这样啊。这里呢对称符号两点，那两点要点的很稳定的两点。另外有一种写法就是圆形草啊，这样子，这个也是草书，滚动的草书啊，这个是符号的，这个是圆形的，这边是符号的，这边圆形啊，这边符号，这个整个是圆形。好，你看啊，这里又来了，这里。如果你的马呢写成这样啊，第一个不好看，没有充实的感觉，所以要到这里来再过来，然后来，然后这个是左右相同啊，左右相同，它是这边和这边，这边和这边这样，所以它两个变一个了。它这个是左右重叠符号，左右相同的重叠符号。另外这个满啊，可以这样写，这样写是跟这个雨也可以这样写啊，但是这样写啊没有这样子漂亮，这个比较美啊，所以要这样子写。它有重叠符号的很多，很多，比如说这是左右的，然后是上下的，比如说官，它是上下的是这样，上下，一些上下左右都会这样写。但是这样子写和这样子写，它写快了也会变成这样哦。这个是从这样写，写快了会变成这样，因为这个是先写的直的，然后这个是两点，所以它会转动啊，会变成这样。那一直写快啊，变成打叉了，写快了就会变成这样，因为滚动了以后，直的就变成斜的了。就会变成这样的啊，这也是自然的出来啊。那这边呢，如果你是这样写啊，这个就是寸的符号啊。那寸的符号这一点也可以点到外面的，但是如果你是写圆形的，那也是比较好。因为这个只有五个字而已啊，所以呢需要有黑白的重量来匹配，写这样子会这边很重，这边轻的，就显得不够，重量不够。所以我现在五个字的就尽量要写大一点，因为这大写大了以后跟黑的和白的比例能够相配，才会觉得很美。如果你只有五个字啊，那笔画又细细的，所以变成白的多黑的少，所以不速配了，在美的观念上不速配啊，所以它要很多需要写圆形来配重，圆形来配重好。